弟弟的《高雷 Rush 二弹》第九场。对，好。这是今天花了好多钱了。好了，你就是一定要紫月线就对了。你选三星的吧，你要吞食兽。哇，那你要选哪一只？灰尘山永吉啦。在干嘛？没有哎。好看，没有机会遇到紫玉剑。你要派什么？左边是五星球人鲁跟四星露娜雅拉。哦，大潮，四星凯罗斯，左手边有四星凯罗斯。我是另外边一点点啦。好，一点棒哦，打完了。哇，没有抓到，抓到三星的，那个就不要了吧。好，太棒了。紫玉剑呢？哇，双四星。
高级球，左手边是高级球，抓乱呀跟球类母。电王，哇！弟弟也想吃就挂了，而且他梗鬼还蛮血、欸。哇！左手边又出现了刚刚的组合。哇，弟弟被秒杀了，只剩蕾蕾死还活着。你找那个超能力属性，有关系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他好像不太会痛哎。待会看尤克西可不可以把他秒杀。哇，失误。熊。哇，赢了，太棒了。超级球。哇，好，太棒了，恭喜你。对啊，拿得出钱吗？我帮你拿，来。你要插几个？10块钱。2个。等我一下哦。走了。好，拿下来吧。OK， 那我们拿走吧，拿走 ，Go Go Go！